2018年1月8日，上海，古力娜扎出席电视剧《十年》3月30日发布会。娜扎在宣布分手后首度现身，比心卖萌，美腿纤细，全程灿笑如花，心情好，似乎未受分手影响。古力娜扎不时比心卖萌，心情看起来很好，似乎未受分手影响。古力娜扎全程灿笑如花，好心情。古力娜扎与张翰的分手可是让两人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这件事虽说外界众说纷纭，但是当事人却没有回应太多。1月3日，古力娜扎工作室官方微博放出一组古力娜扎超美的九宫格，可是在新的一年给娜扎找了一个好彩头。大图中的娜扎这次变身花房姑娘，身边围绕着许许多多的鲜花，迎着阳光拍照，意境十足。只是这样的娜扎却不小心露出了自己的好身材，这马甲线一定也是经过刻苦的训练。虽说外界对于娜扎的评价一直都是褒贬不一，但是不可否认的是，娜扎则是一直努力。